需要一个会玩英雄联盟的萌妹子玩一下。结果接触下来才发现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，非常可爱，而且非常敬业，非常尊重人，然后就是其实非常接地气的这么一个女演员。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要什么？玩我打游戏太厉害了吧！走啊！明天晚上我黑吗？